拍了吗？拍了没？没关系。正负一定要找对嘛。然后这里就要避开这个节点，尽量这个节点不要刚好搞在节点上，看一下对称。上网是要轻轻对侧均匀两边，轻轻的上，不能太用力。这放的时候，搞个特写。好，哎，不能太用力，对呀。